好，开机。这可是天下第一无敌霹雳威风灵巧的小天才阿呜的表演，不许眨眼哦。比起我个人，我更希望你关注我的作品。虽然我还没拍出什么东西来。我其实这样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强了。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一个追逐快乐的梦。欢迎光临芙蓉饭庄。是要帮我擦头发吗？那您可得小心点儿，别把我扯疼了。